师长去年7月26号圆寂，但他老人家的法身舍利啊常住，我们能够啊升起警觉性，升起啊难遭难预想。那我们学习老人家的经教啊，得到的加持力量啊是不可思议的。而老人家一代的实教，尤其他老人家强调啊，佛法管用啊，佛法不管用，我们学它做什么呢？佛是觉的意思啊，觉悟了，什么事情啊都能处理啊，都管用啊。就像佛教导我们的万法因缘生，一切万法都是因缘所生，这句话我们听明白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只要从因跟缘上去转变，所有的情况都能不断改善，都能解决啊。所以我们在学习老人家48大愿的讲记，一开始第二页老人家就有讲到了，我们唯有明了真相，才能够正确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我们眼前生活的问题与将来归属的问题。这个归属尤其是死生四大，这一生结束了去哪里啊？所以我们这一次讲记啊的学习啊，也着重啊解决当前的生活问题。我们假如现在当前的问题啊解决不了，这样解跟行啊就不相应了，自己的信心呢也会受一定的影响啊。所谓信、解、行、正，我们不可能求一下子就证入法身大师的境界，但是啊我们只要理解师长一句教诲，我们真正去行啊，我们一定会有体证，我们一定会有受用。那随着我们有体证受用了，我们的信心呢会更强，解的就会更深，行的也会更彻底。所以信解行证呢它是融在一起的，就好像师长针对我们娑婆界提出了一个妙法，对治烦恼很好用，念念为他人着想啊。其实这个都跟呢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高度相应啊。
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佛号释迦是能仁的意思，能仁呢，这个仁爱心呢，就是时时能为人着想，能够爱护他人，这个就是对治我们的自私自利啊。我们这个世间呢，自私自利比较严重啊。那师长有妙法呢，让我们呢能够时时提起，念念为他人着想。那我们真正做他个三个月，在一切境缘当中啊，提起这个心态。现在是2023年，我们农历这个癸卯年，兔年呢，刚刚开始啊。那新年要有新希望，我们得真干，真把老和尚这些法药尤其是对治我们最严重的习气的法药我们要彻底去落实它。因为师长说的，感情的污染啊，最严重的就是自私自利啊。修行啊，从最难处下功夫啊，那其他的就不难了。尤其啊，这个无常迅速啊，我们现在不从最难的下功夫，无常一来啊，就轮回去了。所以印光祖师讲，我们都被无常给吞了，无常一现前我们就投胎了。所以印光祖师指导我们，矢志贴在额头上，我们今天想贪个东西了，哎呀，说不定我下一秒就死了，那我不就堕恶鬼道了吗？这个很难讲的啊。我们有朋友他的先生早上出去买早餐就没再回来了，就出了意外了，他自己他所有的家人没有人会想到出意外啊。所以不能贪啊。今天看到哪个人遇到哪件事，嗔恚心要起来了，哇，那矢志贴在额头上啊，我假如下一秒无常来了，我这个嗔心起作用了，那嗔心啊，感的是地狱业报啊，哇，那我就堕地狱去了，那我就太冤枉了。遇到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遇到当生成就的念佛法门，最后自己还堕地狱，那不只是对不起佛陀师父上人诸善知识啊，也更对不起自己的佛性啊，自己的因缘啊。所以这个祖师这些教诲啊，精辟啊，我们能马上受持啊，就得很大的利益了。
所以祖师有讲啊，闻教变行啊。我们闻了佛经，闻了祖师的教诲，马上去做。昔代更劝呢，这样的学习态度，这样的学人呢，不用人家劝了，他马上做，马上就得利益了，很快啊，他就能够法喜充满了。所谓士为哪有法为浓啊？我们现在很容易被五欲六尘呢给吸引了。代表我们这个法位啊，藏的还不够。为什么没有藏到法位呢？藏的有限呢？我们没有依教奉行啊。真的做一句啊，就有一句啊，真实的受用了。十字贴额头上啊，这个贪嗔痴慢不容易起来了。那我们今年当然不能勉强大家，我们自己觉得哪一句法语最对治自己的习气，今年得好好落实，不能再让一年虚度了。更何况我们修行之人呢，不使一秒钟空过啊，不使一句话空说啊，得要勇猛精进啊。华严经上说到啊，勇猛精进，度一切众生出生死海啊。代表勇猛精进的动力啊，在利益众生呢。所以大乘佛法慈悲为本啊。就像我们学这一部《无量寿经》呢，要时时提醒自己啊，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啊，要会以众生真实之力啊。我们真有这样的慈悲利众心呢，我们不容易懈怠。我们会想啊，我今天没有提升呢，我就帮不了亲戚朋友了。甚至于我今天还习气现前呢，就污染了亲戚朋友了。所以慈悲心要发出来啊，利众的心要发出来，我们每一天每一秒啊，不容易空过了。那就像师长这一句，念念为他人着想，我们真去做了，几天之后啊，就会感觉自己的烦恼少了，有受用了。因为念念为他人想啊，这个我就淡了，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啊，都是因为有我才起作用的啊，我贪，我嗔。不顺我意了，这个嗔恨心啊，就容易起来了。所以，当我们念念为人想了，这个是慈忍啊，用慈悲心啊修忍辱了，这个嗔恨心啊不容易起来。哇，我们烦恼少了，念念为人想啊，跟亲戚朋友冲突减少了。你去爱人了，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你好多家庭人际关系啊就改善了。所以佛法真管用啊，我们得依教奉行啊，就有所受用，有所体证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学习啊，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跟死生事大的问题。